跟你讲，为什么叫神社，为什么叫寺庙？日本呢，其实传统还有两种宗教，一个叫佛教，一个叫神道教。最早诞生的是神道教。为什么天皇？哎，各位，日本历史大概2700年，这2700年来都是由这一家人统治日本，这帮人全世界很少见。中国一下姓李，一下姓赵，一下姓什么巴拉巴拉巴拉，一直每两三百年就改朝换代嘛。日本2700年来都是这一家人带过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太阳神的子孙，天照大神的子孙，他们是半神半佛。OK， 所以呢，明治天皇死后。